的小黑屋选人与以往完全不同，四位队长根据每轮开放的选手，将你们准备的邀请函和礼物送到你们想要邀请的选手那里，邀请该学员入队。如果有多位队长选择同一队员，则队长分别与学员密聊之后，由队员反选，每轮可单选或多选。手写的信更加能够体现出诚意，这个更难了吧？然后万一有一个礼物选手真的很喜欢，可能就走了。我特别需要一个编舞师，而且是一个很 old school 的一个编舞师，所以说更适合我们战队了。I wanna. Okay. And we have to have one girl. What do you guys think? Good. 我心里是很沉稳的。I think he can pop in, but he can also other things.